圣诞节送礼由来和他有关。请问圣诞节送礼的由来是谁帮助了别人而渐渐发展成现今的节日习俗 ？A. 樵夫 B. 富二代 C. 男爵。我曾经演了一个舞台剧，很像就是圣诞节来临之前，每家都要去砍树。砍树就是男爵啊，是不是樵夫吗？樵夫。今晚九点，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